哎，都醒醒！醒醒！醒醒！把警察署当你们家了，睡得都这么香。哎，哼！哎，小子！哎！醒醒！醒醒！醒醒！ 只有一面之缘，但我相信您是一位好汉。为这么个人渣搭上自己的一条性命，我觉得不值。反正我之前也把他打了个半死，你要赖啊，就赖在我身上吧。我说小子，你疯了吧你？啊，你不知道杀人要偿命的吗？为了这么个人渣搭上我的性命，是不值。 但是要是保住你逆家老小的安生，我觉得值。小子，你到底跟这个楚天霸有什么仇？我跟这个楚天霸确实有点过节，但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个楚天霸欺乡霸领，为非作歹，这种人留在世上，他只是个祸害。我就是想除掉他。 你多大了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叫李君宝，今年23岁，家里就我一个了。君宝啊，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这样吧，这楚天霸是被我抓进来之后才死的，责任在我，你能为民除害。 我十分敬你，我给你做个笔录。你还年轻，前面的路还长着呢。我问你什么，你就说什么啊！你到时候就可以出去了。我呢，就把你处理成一般打架斗殴的事情。说吧，我不能走。嗯？什么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这不是害你吗？我要是走了。 这位大哥，这个楚天霸和我被抓进来，只有你、我还有您那几个手下知道。只要你不说，我不说，您那几个手下靠得住，那这事儿他就没人知道。这小丁和这帮手下都是信得过的人。可你说，要是这个楚天霸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肯定会有人追究的呀。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啊。我听说前些年这济南城有个行侠仗义为民除害的燕子侠，对吧？咱们只要做一个燕子侠除恶的现场，那上面人追究下来，那咱不就好说了吗？
前几年是听说有这么个燕子侠，可据说是出事跑了，听说还是一个侠盗。你说咱们要是这么做，是不是忒不地道？哎呀，大哥，燕子侠惩恶扬善，为民除害，那我们要做的事也是他要做的事。我觉得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，不但不会怪我们，他还会谢我们，是吧？这老百姓要是知道了，他也会感激你的。君宝啊，这事儿行吗？大哥，咱们做的是善事，您觉得行吗？好，咱们就这么办。哎，还行，哎，田嫂，早啊！哎，关警官，哎，生意不错啊！哟，关警官，哎，又给老爷子买点心啊！走了。哟，关先生，您来了，哎，来了，来了，还是一斤桃酥？啊，不，这次。来半斤，钱没带够。好嘞，老爷子身体好些了吧？哎呀，得帮混小子。还行吧，伤筋动骨，怎么也得100天。更何况我爹年龄大了，我老爷子就爱吃您这口桃酥，我得给他捎点回去。您真是个大孝子啊！来，您的桃酥。哎，回见啊。哎，郭先生，啊，来，我送您半斤。哎，不，哎呀，拿着，哎，不能，哎，拿着，这么多年老主顾，我也该送您，拿着。那谢谢了，等下个月发了薪酬，我再给您送来。好说，哎，回见啊，哎，回见啊，走了啊。二弟，大哥，可找到你了。怎么了？快回家看看吧，咱爹怕是不行了，就剩一口气了。啊，你快走啊！我走。来，
也知道我就是一扛包的，没挣什么钱，还落了一身的病，现在帮着爹买校服也花了不少钱，我看咱哥俩也再拿不出钱了。你看，你是个警察，怎么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，咱也不能让爹就这么走啊，让解放司令得多笑话咱们。二弟，你是不是跟警局上方说一说，管他们借辆车，让咱爹这辈子也风风光光的走一回。好，哥，您别说了，我明儿就去借车。好。这连带着头也疼，吃药也不管用，你说奇不奇怪？只要我一听这首曲子，就会好受很多。哎，这首曲子呀，是德国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弹的一首叫《悲怆第三章》，一个日本商会的朋友送给我的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叔长，您的眼睛好些了吧？啊！这是有些难看。不，我知道。虽然是有些难看，但是这以后对罪犯来说，不是也很有震慑力吗？是。哎，管叔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去世，想跟咱们警署借辆车，不知道署长您方不方便？老爷子就这么走了？是，这我还没去看他呢。您太忙了。葬礼办了吗？就等咱们署里边这车去办。哟。愿意用多久用多久啊，我也得去。好，谢谢署长，谢谢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那不就是我爹死了吗？谢谢署长。署长，嗯，在城北江下游发现楚天霸的尸体。谁的尸体？楚天霸的。谁干的？我们也不知道，这是在现场发现的。燕子侠，燕子侠都在济南城消失很多年了，不可能啊。嗯，一定是有人借他之名行杀人越货之事。署长，您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啊。管小
你是负责哪边来着？城北那边。楚天霸就在城北。你怎么负责的？我告诉你，抓紧时间查出燕子侠的下落，不然的话，一辈子都不要来见我。是是。哦，叔叔，我爹那车的事儿。哦，咱爹那个车的事儿。是，咱爹不是死了吗？死了还要车干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查不出来的话，我就让天成把你当车挤，明白吗？是是是，滚。是。管家老二啊，哎，不愧是吃官粮。早晨起来上警察署整车去了。哎，要不说都爱吃官粮的，最起码家里办个事儿。多谢多谢多谢。是啊，对呀，像我们这些人呢，多谢，将来这眼一闭腿一蹬，根本就坐不上大汽车。就是，你看这老关家多好啊。要不怎么说老关头有福呢？确实有福啊。多有福啊！多谢，就是家呀，都是有权有势的，你看多好啊！慢走啊！哎，来了，老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借着吧，借着了吗？没借着啊！就是，就是抢财。请上车。好，
关二哥的家具，坐后面的车。来，都跟我来。君宝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大哥，二哥跟我有过命的交情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二哥，咱别耽误了时辰，请吧。君宝，谢谢，谢谢。走，好，好。敬你，我谢谢你。那个，关二哥，咱也甭说什么谢不谢的，我敬佩您的为人。这人生在世，谁不遇上点麻烦呢？再说了，上次您帮我，这次就当我报恩了，行吗？上次哪是我帮你呀？明明就是你帮我。来，兄弟，哥再敬你一杯。二哥，这杯我敬您。来，兄弟啊，可能是老哥哥年纪大了，我就觉得这人生在世，这个够坎坎的都是命啊。你说我爹给我大哥和我起这名字，我大哥叫德福。我叫德禄，长大了，我大哥没手艺，只能去扛大包，结果落了一身病，没钱治。我倒是得禄了，当了警察，可是现在这发官粮的就跟过筛子一样，筛来筛去，筛到我嘴里边能剩几颗米呀？全都是沙子，吃了硌牙。兄弟，这次要不是你给我解决这车，我们这老哥俩可能在这街坊四邻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。我爹拉扯我们哥俩不容易啊，我这也是一想起我爹，我这心里头就难受。哎，不说了，我今天就是来谢谢你的，我再敬你一杯。二哥，能听我说句话吗？我娘常说，这人呐，与其锦上添花，不如雪中送炭。咱们两个也别谢来谢去的，好吧？赶明儿个兄弟要是这儿下雪了，您帮忙送点炭，成吗？嗯，有道理，兄弟，有道理。君宝，你是做什么营生的？哇，做点小买卖，反正我一个人吃饱了，全家不饿。我真的是挺羡慕这做警察的，多威风啊！可以除暴安良，可以正大光明的与那些恶势力斗，是吧？兄弟，啊，你可真是太天真了。你以为警察局里都是好人吗？哪没坏人？再说了，哪儿没好人呢？像您，那不就是一名好警察吗？咱不能一棒子打死，对不对？你真的想当警察？我想啊。那好啊，这个老哥哥我帮得上你的忙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不过这进了警察局就得好好干，这为民除害也是有纪律的，你可不能把一个人拖出去打一顿就叫为民除害了。你们放心，来，干一个，干一个。来，吃菜吃菜，兄弟，吃来。
钱叔叔，山木君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陈署长不必多礼。哎，来，哎，来，哎，陈署长的眼睛怎么了？啊，说来话长啊，被马大帅打的。你是说马占江？陈署长，您提供给我们的城防图很快就要发挥作用了。你的仇，我们替你报。你的意思是，皇军就要到济南了？不久即到。我们日本人最愿意和您这样的中国人打交道，头脑灵活，审时度势。我十分愿意跟您合作。到时候济南就是我们日本人和你陈署长的天下。哎，我陈某人这一生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给朋友帮忙。我现在正效力于日本第六师团福田严助中将，正协同调查吕英飞宝藏一样，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你的目的。山木君，请放心，为朋友帮忙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好。来，啊来，为了我们的合作，干杯！干。说你们俩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师傅，您这身衣服啊，实在是太帅了，穿这身警服走在路上，那就一个字儿帅。哎，低调点啊！师傅这是刚当上警察，这还没怎么着。你说是不是，师傅？侯登说的没错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别以为穿一身警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！我跟你说，要以身作则，才值得炫耀，知道吗？嗯，行了。你们赶紧回去吧，啊！赶紧回去吧，别惹事啊！走了，师傅。哎，大哥，你们这帮兄弟啊，真是好啊！啊，都是命苦的人呐、啊，在这动乱的世道，为官有为官的难，百姓有百姓的苦，国将不国，你说还能有几个不是命苦的呢？能过一天算一天吧。嗯，你也别叹气，今天是你第一天开工，得有好的精气神儿。走，我带你到警署熟悉熟悉。您请。走。这都是古建筑啊。火车站的钟声啊，这么大声啊，在这儿我都听得嗡嗡的。咱们这儿离那儿近啊，君宝，来看看咱们的办公室。来，走。关二哥，嗯，他们这是干嘛呀？档案室的警卫换班呢。这一个档案室用得着这么多人守着吗？哎呀，这个档案室可不一般呐、啊！这从大清朝那会儿到现在，很多很多的机密文件全都存放在这档案室里。据说那些死于非命的达官贵人，和那些被捕的江洋大盗，他们留下的宝贝也都存放在这档案室里边。要不你看这守卫怎么会那么多呢？所以啊，这儿不光是警卫森严，而且呢，还专门从德国进口了防盗设备，未经允许想进这档案室，那比登天还难呐、啊！
哎呀，那你要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想进去大开眼界一下。我看你那是不想活了吧？没，我告诉你啊，好好干你的活，拿你的薪水，别胡思乱想的。好，我就那么随便一说。来，这边啊，啊，君宝，这个就是咱们的办公室啊，咱们的吗？哎呀，哎，咋没人呢？哎呀，估计出警了吧？哦，哎，君宝。这是你的位子啊，我的啊，我的，你的。我的，我的，你的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哎，那可不能乱打啊。哎，那是内线电话。我的，档案室的位置我已经摸清楚了，但是这是一座德式的建筑，非常坚固，除非用炸药才行。嗯，大牛。干嘛呀？你以前不是做鞭炮的吗？没过年做什么鞭炮？做鞭炮不赔了吗？我没让你做鞭炮。没做鞭炮，你问我不都闷子吗你？大娘，哦，师傅想请你帮一个忙。嗯，看到那堵墙了吗？嗯。我想在这墙上炸一个窟窿，你能做到吗？哦，你别老说嗯，到底行不行？来，把衣服换上，准备行动。哎，好。嗯。哦。下来。快点。哟，老王，值班啊？啊，你这是？刚逮贼吗？这是，老总好，酷肥的啊，那家伙抓他老费劲了。我不是贼，我不是。进去吧，我不，快去。真不是我偷的。Thank you.
你们有没有觉得地在颤？跟你说，我每次十二点都觉得地颤了，这钟楼声得多大呀？哎，我也是。闭嘴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走了。明白了，嘘，嘘，这个档案里
确实提到了一条重要的关系呢。